哟，又见面了！原来你就是一破柜姐呀！小姐，您二位需要什么呀？我给您介绍。不用，让他来。这些都是我们店里最新的款式，您看看需要什么？这件呢是今年的流行款，我觉得它的颜色非常衬您的肤色。周总，夫人这工作实在是不容易啊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，您随便看看。这件我觉得非常适合您，要不您和这件一起拿了，两件可以换着穿。哎，我说你们现在这些柜姐是不是来了客人都使劲宰呀，恨不得把每个人都榨光啊。我只是觉得两件都非常适合您，买不买这个还得看您自己做决定。这衣服都掉地上了，这衣服让我怎么买呀？当我冤大头吗？不是，什么意思？我这就去给您换件新的。瞧他笨手笨脚的，要不我给您二位介绍。你是店长？嗯。不用，还是让他来。不过呢，等买完以后我来投诉你哦。你不是你什么你呀、啊？好，给客人介绍。哎，这鞋给我拿双三五的。三五可能不太适合您，要不我给你拿双三六的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在说我脚大吗？我自己什么码我自己不知道吗？有你这样的柜姐吗？啊，您稍等，我这就去仓库给您拿一双。哎，周总，您看那位是不是咱们公司的江主管呀？江城，我记得江主管的老婆不长这样呀。是吗？去查一下。好。小姐，你是不是看不惯他呀？你倒还有点眼力劲儿嘛。巧了，我也是。要不咱们把他从这家店赶出去，全场我给您打五折怎么样？哼。这位客人，我帮您试一下。哎呀，你弄疼我了。对不起客人，我这双我不要了，你把那双带水钻的给我拿过来。哎，你拿双破烂糊弄谁呢？我，林小棠，这双鞋28000呢，你怎么赔啊？不是的，店长，我刚拿过来的时候还好好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意思是我故意弄坏你们店的鞋，然后嫁祸给你是吗？我跟你说，赶紧把这双鞋赔了，滚蛋！怎么？我夫人自己的门店还需要赔偿？